零字左右结构，整体这个比例呢有点方正，这竖非常明显的外拓的特征。然后这个是左肩横，由轻到重，往右往上有扛肩的啊，竖画当作点来写，竖点由重到轻处理的非常的活泼，注意转折下来是方的啊，方折，横是细的，这竖也是由重到轻，顺势往左，在这儿起笔写这一行，最左侧的这个大臣的臣字写完了，然后从这儿收笔往右往上带，右半边的点儿起笔位置要高，向右侧下方按压，在原路回正笔锋往左前方一顶，向右侧行笔写这个横画，横也是细的，注意点儿和横的位置关系啊，居中可以略微偏右一点点，很微妙的，然后从这儿收笔往下带，顺势是不是刚好写这个口的左竖呀，这里还是非常明显的横画细，竖画粗，转折下来封口，这个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口，或者说这个品字，你记住上面一个口是宽的，下面两个呢可以略长或者说缩小一些，这样的组合就没错。